泰北慈济青蛙学校的优点，泰国的优良传统文化跟慈济人文要融合在一起，感恩尊重爱的这种情操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台北真正是真很遥远啊，不过呢我们总是抱了一份很虔诚的心，而且呢也是很真诚的爱，到台北去办教义。当然啊，都是有他的因缘，还有当时的背景，总是呢因缘成就了我们到台北去。这么多年了啦，也看到了台北慈济的办学真的办得很不错。这份不错呢是出于那一份的真诚，所以我很感恩啊老师的认真啊。当然我也时常都说也要感恩学生的也是认真，老师的真诚学生的认真，才能呢教得好，才能呢学得好。所以教学教的老师，学习的学生，总是呢有这样共同一个方向。当然老师呢都是成年嘛，而且呢对人间社会有经历，孩子呢那就是幼小很赤诚的这个婴儿，这个赤子之心啊，他们的心地呢是一片的单纯。所以我们师老师啊，他要把人间的经验，对了这一片心地单纯的孩子，要如何呢去循循教育，哎，促膝告友啦，这个时候就是要启蒙，让小学开始要认识人世界。所以我们要教育礼乐啦，礼节啦，有礼节呢才是有道理。人间那种的朦胧的心，佛法常常都说啊，无明啊，幼儿的无知啦，因为他是朦胧，不是无知，他是朦胧，还没有启开他的见识的知识，所以他是一片朦胧。那假如呢已经小学毕业了，中学开始了，或者是大学，这都是已经呢受过了教育，一段一段式的，分段式的，那一段段的去完成，应该呢就在第一些分次，也许呢他有那一片的心没有经过整理，像我们在大地耕种啊，老师就如农夫，农夫呢要来耕耘这一片土地，老师先要把这一块土地呢那整顿好，才能播下种子。那老师要整顿这一片土地呢，还要把杂草除掉，
除掉杂草呢，还要呢很仔细的，连根草的根呐、啊，它会连种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发现到了，亲像土壤啦，这它就是你拔了一颗，其实呢，它的根呐、啊，还有一粒一粒的种子，那连的根呢，一直一直连，不只是一颗草的种子，你把这一根草把它揪起来，这个草它还连了一条细细的根，还是又有一颗，那把它这一颗再挖起来，它还是还有，所以一直呢要根的根呐、啊，不断一颗颗的把它挖到了，确定下面没有再一颗，所以呢，就是低草啦，爱拔除它的土连根，除啦。我们要教育，就是要有这样的真诚的耐心与爱心。我们要教他了解呢，对错是与非，就是要看了他的根基啦。那当然也是教育的一阶一阶层。那孩子呢，这种学习学习，这里还不断的有这样的环境啦，来熏陶他，熏许他。不懂礼貌的，我们要教导他。礼都是道理。磨砺呢，啊，都、就是磨砺啦。这种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那个时候我就说，这样的礼节哦，要永远保持。砺就是看得到的道理。我们教育呢，要教的像样，像什么样？礼节，这就是教。期待我们的教育也要重视这样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教育就是希望，生命的希望，希望在人间有生命的价值，需要有生命的价值，要不然啊来人间，跟一切的众生又有什么差别啊？人生的价值，不管我们学什么，将来就是要做什么。所以学要认真，做要认真，而且呢，认真啊，人与人之间互动，那就是要真诚，这种的。很真诚的心，从小学习认真，一直到自我选择方向，都要很认真选择。所以讲，已经完成了，要投入工作，要诚意，要诚意。人与人之间呢，互相对待呢，一定要。彼此诚意，我学会了本领，我要面对人间，我要很诚意，很真诚，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。所以时常都说，盘点生命的价值，来人生一趟。有学不完的事，我也有做不完的事，总是呢要会为人间做事，而且要做得有价值啊，这就是这一生啊，很有价值，不亏欠自己人生的一趟，不亏欠呢父母养育我，也不亏欠师长
教育我，所以呢，人生啊，总是一辈子真正的要做好说好自己本分事，感恩呢、啊、当地的老师啦、啊，那等等哈、哦，都是那样尽心力的教，那也感恩好心呢、啊，要认真受教哈、哦，毕业啦，他们呢、啊、服务于社会，各行各业啦，最后、哦、可以用真诚付出，安尼呢，这都是听得有价值哈，所以讲。各个都凭着迄个诚意，安尼，这整个人间呐、啊，才会祥和，真的呢，才会那这平安呐、啊。